主席，各位乡亲大家好。首先我就我刚刚发言的时候情绪有点激动，向主席及甲方的代表致歉。那我也希望说甲方代表能够尊重乙方的发言人，不要在下面鼓动，造成彼此的对立。那首先我们进入主题，我为什么要反对航空城？那主要我是认为这个计划的架构非常的粗糙。那航空城对于在地居民来讲是一个百年难得的一个机遇，但它到底是百年的转机还是百年的危机？我们如果说从我们已经确定已经审定通过的8324会议的结果来看，确实它是一个存在一个相当大的危险性。首先从我们要发展的产业来看，以里面的汉不浪当列了一大堆的所有的产业，大概365行都进去了，什么都要做，但真的要做什么呢？不知道，看不出来。另外唯一要确定的是什么？要征收土地的，要很大的面积，要征收老百姓的土地，但是很遗憾的，这些土地通通都是老百姓安身立命的处所，而且它是要用违反土地征收条例的规定，最少原则是50%的比价地，它要用40%来征收。我想这一点连甲方也存在疑问。那另外就是说市价的部分，为什么既然是市价征收，为什么是由政府的地价评议委员会来认定，而不是采用实价征收？这是另外一个疑点。那按照以前的区段征收的结果，区段征收已变成是政府掠夺人民非常卑劣的一个工具。从有区段征收的种种案例来讲，大埔、苗栗的大埔、新北市的那个美和市，还有机场捷运 A 区等，通通都是一个假公益性质之时，那行掠夺的行为。另外一个就是很遗憾的是说，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计划，我们看到的它的财务可行性计划居然只是原则上可行。这是很奇怪的事情。今天如果鸿海要去并购夏普的时候，我不相信他评估只是原则可行而已。这么大的一个计划居然财务可行性评估只是原则可行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除了原则可行以外，开发的风险管理居然总共只有81个字，非常可笑。这么大的一个航空计划，财务计划原则可行，风险管理81个字，81个字再浓缩的结果就是修改再送审，这算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计划？再来，我们唯一肯定航空城执行到目前为止的，我认为唯一肯定的就是说他愿意先建后迁，这是以前所没有的，这一点我必须肯定。另外一个就是举办听证会，这个是以前所没有的，我们必须肯定。可是很遗憾的是，都美中不足。以先建后拆来讲，它的安置地点非常的不好，像果林的部分临近垃圾焚化炉，坑口的部分临近高压电塔。然后以听证会来讲，它的定位刚刚一开始我们程序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讨论过的，它的定位不明，而且为什么第二附近地区第二起的人没有纳入本市的当事人啊？这些是很可惜的部分。另外一个，我们从航空城的结果，为什么我们要做航空城来讨论？我们大家都想公益，航空城执行的结果到底可以带动什么东西？其实带动的就是2兆3000亿的经济产值，800亿的税收，创造26万个工作机会，这是8324会议里面的提到的结果。但是我们来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什么？我们看的结果，我认为它根本就是一个爱台12项建设里面的一个旗舰神话。怎么说？以计划书里面，电子档第64页里面，它有提到，民国100年止，全国工业产值，全县的工业产值是2兆8000亿。为什么100年？因为你计划书就是以100年当基准，你们参考的数字就是100年。那这样子的结果，是不是代表航空城的产值将让桃园的产值整整的翻了一倍，将近一倍？另外一个就是说，我们参考第65页表31，我们可以看到民国100年全县的就业人口数是819000多人。那个时候100年的人的桃园县的产值是2兆8000亿，
那换算82万的就业人口，每个人的产值是342万。航空城呢？航空城是多么的伟大，2300亿的产值，26万的就业人口，它的人均产值是885万。请问各位，这个是不是一个非常奇见的一个神话？另外，既然有这么高的产值，政府的税收到底能够收得多少？我们的税收是840亿，2兆3000亿的税收，840亿代表的是我们的税收只有3.7%。3.7% 是什么含义？本案跟银行贷款的利息要3%，哦，我们政府的税收只有3.7%。那3.7% 小于个人的综合所得税5%，66%，也小于盈利事业的营业税5%，更小于土地增值税10%，哦，这非常的诡异。另外，我们再从第64页里面也可以看得到，在100年的时候，我们的工商产值已经突破了2兆8000亿，桃园县的部分。那在桃园县，在民国96年的时候，我们的税收多少？2081亿。那96年的时候的产值多少？我不晓得，我请你们主办机关你们自己去查。但是在100年的时候，我们的产值是2兆8000亿。哦，96年的时候绝对没有超过2兆8000亿。可是96年的时候税收已经2081亿。那我想要讲的是，消失的税收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如果我们以96年的2081亿的税收来算，我们短少的税收是1241亿，这个税收跑去哪里？我想很明显的，这个就是财团的免税额，哦，这是给财团的免税额。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整个航空城的利益到底我们分配给谁了。以一般的产业估算来讲，10%的利润算是非常一般的行业。那如果稍微有点附加价值，我们可以把它估算到20%的利益。那以这个航空城的估算，它是3D 一高的产业，一高指的就是高附加价值。既然是高附加价值，我把它估算成 50% 的获利，我想这没有人会反对。既然有 50% 的获利，代表这个的利润将近有1兆1500亿的利润。1兆1500亿的利润我们分配给谁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的土地征收者是我们这个案子的受灾户，我们可以分到多少？这1兆多的利益我们完全分不到。26万的就业人口，他可以领到多少薪资？我们一个平均的薪资，一个人5万块，1年12个月来算，总共是1560亿。扣除掉这些主要的投资者，也就是财团的部分，他可以分得到的是9940亿以上。那整体的投资结果，我们的收益分配来讲，主要的收益9940亿加上免税额的部分给财团的部分，大概是1兆1181亿以上。那我们在地的被征收物呢，能够分得到多少？1毛钱也没有。这样子的计划，既然是国家以国家的公共利益为出发点，预期的收的投资效益有2兆3000亿，它的合理利润也超过1兆以上，却是以标售我们当地的居民的土地为筹措裁员的一个手段。为什么它不是由国家编列预算，而要由当地的居民来奉献？政府告诉我们，航空城将带动台湾的经济发展，具有公益性。可是真相是什么？真相是分配不均，独厚财团。1兆1181亿的庞大利润，主要都分配给财团了。26万的就业人口，能够从中得到的是微薄的薪资，说穿的就是卖命钱嘛。那政府还要再从卖命钱中抽的840亿的税收，最惨的是我们在地的居民，我们只分配到无奈。经济发展的结果，都市计划发展的结果，如果不是全民共享，
那请问它的公益性到底在哪里？我们从整个计划的审视做一个总审视来讲，它不啷当的，连做什么都不讲不清楚，我就是要地而已。开发的结果又全部都给财团，这是一个非常粗糙的计划。即使航空城通过了，它的结果是什么？可能就是非常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科学园区的现况，就是这样子，全部都是杂草。客运园区的现在很有可能就是航空城的未来，这就是我所反对航空城的原因。